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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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掌。大陆来的诸位尊敬的法师，大陆来的诸位尊敬的护法居士大德，香港的诸位法师，诸位护法居士大德以及发心的义工，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一次来香港讲课的这个因缘，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开了一个流通处，那么刚好呢是新加坡演讲啊，那么结束，因为新加坡请师父去演讲三天，每天呢大概有12000人，那么这个香港呢，因为开了流通处，没有人认识，那么所以呢，我就决定，本来要去印尼的，缅南印尼的，我看看啊，还是来香港啊比较好。所以就这样决定来香港。诸位啊，有的从很遥远的地方来，大陆的黑龙江或者南京、天津各个地方都有，师父呢很感动，诸位求法心切，今天要虔诚灌注，好好的体会佛陀的每一句话，在刹那之间即见永恒。什么叫做大彻大悟？就是一刹那间即见永恒，开大智慧的人，于一念中即遍满一切智慧。什么叫做大彻大悟？了悟万法生灭虚伪的假象，体悟到我们来到这个世间，从来没有增加过任何的东西。当我们面对死亡，消失在这个世间，我们也没有失去过任何的东西。什么叫做大彻大悟？了悟这个世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因为缘起就是性空，一等事邪直虚无显，没有任何讨论转换的空间。但是因为有的人说，今天呢有的是初学佛法的，师父你要讲浅一点否则会跑掉，有的人说师父你要讲有一点水平的
要不然人家不知道你的实力。啊，有的人讲，你要讲中间的，不要太深，也不要太浅。那这样怎么讲呢？到底要从哪一个角度切入下手呢？我在台湾啊，教了20几所大学，水平都一样，教起来得心应手。怕的就是今天这种状况，有的读到博士，有的年纪80、90，走起路来还要人家牵着，有的人不认识几个大字，却很有善根，问题就来了，各种根气啊都存在。所以今天这个演讲算是高难度。那因为我们啊，这里呢，因为不是很熟练，所以请示的仪式也没有就是简单的了哈，像新加坡那个请示的仪式呢，钟鼓齐鸣啊，怎么样？在这里呢，没有人请，我就自己来，反正前面也没人，后面也没人，哎。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就是自己一个人独来独往啊，这没关系，因为我们自己办的吧啊。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简单的仪式啊，最重要的是内容。世尊说，身为一个人，我们生在这个世间只有一种工作要做，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只有一种工作要做，四个字：提早觉悟。你什么时候有碰到佛法，就有这个机会啊，就有这个机会觉悟。没有听到佛法，不是不幸，是大不幸，生命中的大不幸。活着也不晓得在活什么，整天想唱歌跳舞，要不然跑到香港大街小巷 shopping， 哎，不知道在活什么，生从何来不知道，死往何去也不知道，现在烦烦恼恼也没办法解决，硬是把自己逼得快发疯，有的搞不好就自杀。佛法的可贵之处在于解决生命宇宙深奥的问题。告诉诸位，科学最究竟之处是在心灵，不是物质。无论科学家怎么发明放大望远镜，看不到这颗心；无论生物学家怎么发明显微镜，也看不到这颗心。唯有伟大慈悲的佛陀，以无比的勇气，智内证，哦，原来法界就是心，心就是法界。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如来之即诸法如意，无所从来，亦无所去。顿悟到这一念，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来不去的大般若心。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大般若海。我去新加坡第一天讲业力的探讨，第二天啊讲如何转世称智，第三天讲明心见性。在香港呢，我就命一个题目呢，叫做皈依仪轨。我们啊，这个流通处的负责人啊，说我啊太偏心，新加坡的题目那么好，
香港的题目啊，弄一个皈依仪轨，那皈依过的人呢就不想来了。师父啊，你再命一个比较震撼力的啊，那我就啊，好了，那就命一个大般若海。哎，就这样子哈，反正法法都是般若哈，处处都是智慧哈。佛的心就是大般若的心，在座诸位每一个人都存在。要大智慧如海，叫做大般若海。诸位啊，没有智慧会活得很辛苦。举一个例子吧。前一阵子台湾呢发现一件事情，有一对男女啊谈恋爱，谈得很热络，就后来呢这个男的啊发现这个女的啊行为不怎么检点，坏习惯很多，讲话尖酸刻薄，哎，这个男的嘞就提议说：“我们分手吧。”这一定啊，嗔恨心。后来又发现呢，这个男的嘞，外面新交了一个女朋友，就妒火上身了，全忘记了，全部都忘记了。这个女的呢就去拿钱呢去请一个杀手，杀手啊怎么样，拿了那个枪啊找那个男的算账，本来要置他于死地的，结果一开枪开偏了，没打到心脏，打到腰椎，没死。但是呢更惨，从此以后残废，坐轮椅，医生说一辈子站不起来，一辈子都站不起来。事情还不只是这样子，他本身提了一桶硫酸跑到那个新交的那个女朋友，等他不注意的时候，全部的硫酸扑上去，彻底的毁容，彻底的毁容，怎么补都补不过来，是怎么样子全部面目全非，补不过来。后来呢警察就抓起来，抓到那个开枪的也把他抓起来，抓起来的时候完全没有悔意，我就是要看他残废，哪一个人敢抢我的男朋友我就毁掉他，一个念头，四个人的前途通通没有，一个念头啊。他本身被抓起来判无期徒刑，那个杀手被抓起来判死刑，后来又减刑判无期徒刑，重判也可以上诉啊，两个都判无期徒刑。男朋友残废，女朋友面目全非。师父举这个例子是告诉你，一念之间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命所有的决定跟前途。开大智慧就是这样子，掌控这一念。如果他今天学佛，对不对？学佛，那么他提议分开，我们佛弟子就会观想啊，咱们没缘嘛，是不是啊？
你也不是长得很英俊，我再去另外说不定交一个更好的男人，对不对？啊，一念的哎，这个智慧它就可以解开来，它不是要分手就置你于死地。哦，这个女人可不好惹。这个哈，我是讲外面的啊，路上在走的那一些哈，不是讲你们哪敢这样子哈，不会的啊，来这里都是佛的好弟子哈，那不会有这样嫉妒心的哈，生存是很残酷的，啊，好了，再举第二个例子，前面是一念之间就全毁了。有一次我到台大去上课，有一个呢刚刚往准备要往生啊，上完课第二天他说请师父加持，说好去跟他看一看。哇，那很严重，那整个肚子全部鼓起来，癌症啊，那种痛苦啊没有办法形容，家人也放弃了，医生也没办法了，他平常也念念佛，可是就是没有什么信心，念念念念，常常把头抬起来就什么都没看到，想看看阿弥陀佛就什么痛都没有，也没啥信心。这个时候啊，他老婆啊也无能为力了，就求助于师父了，我就去了，一看快失去正念了，也不想念佛，没啥信心了，反正肚子鼓了这么大，他痛苦的没办法开口，我过去啊就跟他安抚啊安慰啊，说啊佛从不误人，你现在很痛苦我可以体会，不过啊这最后临终这一念可是无比的重要啊，不能失去正念啊，对佛一生一世啊这样有信心啊，你命中有这个苦啊是自己的业障。我就跟他讲，你跟我念，你命中很痛苦啊，是你跟我念，我要往生，念，哎呀，我要往生，大声一点，我一定要往生，他讲，我一定要往生，他就一直鼓励他，要继续念，因为什么都念不出来啊，就通通快失去正念了，要稳住啊，啊，痛到没办法了。我就赶快跟他家属讲，赶快打麻醉药，麻醉针，你痛的实在没办法。就说：“哦，师傅啊，这麻醉药打下去，这脑筋啊就止住啦，麻醉啦。”我说：“我没有叫你打脑筋啊，我叫你打下面这个痛的这个地方啊，脑筋要保持意识清醒啊。”哦，赶快叫医生来。哦，医生请过来，打了一针。比较不痛了，稍微控制一下，因为整个都快爆掉了。念，我要往生，提起来，那西方三圣给他看，记得这三尊来才跟他去，哇，点头，记得，念，我要往生，我一定要往生，我决定要往生，下定决心，然后断气了，哎，也断气了，也断气啊。他平常啊，那癌症啊，整个脸都是黑的，没有什么营养啊的。这个断气以后呢，开始助念，有一念的信心啊，不可思议的事情就产生了。往生以后啊，他整个脸呢、啊，全部都是转红色的。那个身体啊，医生看了又病了很久了，有点僵，可是这个一助念加持以后。经过了12个钟头，全身都是柔软，24个小时以后闻到香味，
们这个家人啊，是看到师父是感恩的不得了啊，赞叹啊，跪啊，顶礼啊，就包一个红包。我说我来不是为了这个的哦，你就拿去吧。他就又拿过来，经过了一番挣扎，还收了，那没办法了，你们，哎呀，哎，做法师啊，也许有时候也有一点无奈哈。哎，你说不要嘛，他是硬要，这也不是我愿意的，啊。不过我想啊，替亡者做一点功德，也就给他收下了。啊，因为我们吃的很少，我们生命都在布施的哪看着一点点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呢、啊、用心良苦。前面一个例子是一念之间毁了四个人，后面这一念是在临命中的时候有善知识现前，坚定信心往生极乐。注意，一念之间，一念之间可以让你事业成功，也可以让你事业失败。一念之间可以让你往生净土，也可以让你下三途下地狱，看你发什么心。是贪心，是嗔恨心，是愚痴的心。在座诸位啊，今天呢大陆啊佛弟子来了700个以上，这样求法的心，师父啊，告诉大家，在座诸位决定往生净土，无所障碍。就凭这一念坚定、如如不动的心，对佛、对净土深信不疑的心，绝不动摇。学佛法要有强烈的企图心，跟干大企业一样的，要往生净土，强烈的企图心，也师父讲过，强烈的正念，到临命中的念头起不起来，提不起来了。哎，佛法，如果你不体味佛的心是什么，你没办法修行。大智慧的心就是佛的心，它能够照彻天地万物，都是生灭缘起的假象，无一法可得。简单讲，你今天所看的众生执着认为实在的，在佛的大智慧看来，那只是虚妄的东西。世间为我所用，非我所有。世间我们暂时来到这个世间，用一用，眼睛一闭，啥都不是，也带不走。唯有业随身。有聪明智慧的人，赶快学佛，是不是啊？要么求快乐，我们书读这么多，我们怎么不知道世间的快乐是什么啊？是追求什么叫做快乐？所以佛都告诉我们，全世界的人每一个人都在追求快乐，但是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快乐是什么。快乐来自一颗宁静的心，莫向外求。我们这颗安详的心，这颗宁静的心，这颗大般若心，就是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要开大般若心，当然要了解佛了。那佛是什么呢？是如来者，即诸法如意啊、哦！我们修习佛道的人不能忘掉这句话。什么就是佛？佛就诸法如意，万法毕竟空，证悟到万法毕竟空，见一切相当体即空，能透视它，同时有能力扶住烦恼，最后能断烦恼，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清净自性啊。有一些修行人他每天都念佛，
我们赞叹；诵无量寿经，我们也赞叹。我们都赞叹。他讲了一个理论，除了一句佛号、一部无量寿经，他就说，其他叫做杂修。我们念佛叫做专修。我说你讲的真是好。这问题来了，你那个杂修跟专修的定义是什么？他说，专门念一句佛号，那么诵一部无量寿经，或者念念弥陀经，就进度专，就这样子，啊，就是什么都能不要看，也不能看，就是这样叫做专。那我说，那你的杂修的定义是什么？他说，杂修就是诵很多经典呐、啊。啊，专修就是净土，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了。这，慧立师父，那你的专修跟杂修的定义是什么？我说我的定义跟你不一样。妄念不起叫做专修，烦恼不生叫做专修，一切法无生叫做专修，如如不动叫做专修。妄念一直起来叫做杂修，烦恼不断叫做杂修。诵一切经典不知其意叫做杂修，定义不太相同。我们今天不管诵哪一部经典，都是佛讲的，我们一定要了解四法平等无有高下的用心。诸位，中国佛教八大宗派没有一个宗派能离开般若的智慧而修行有所成就的，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开大般若智慧来念佛、来诵无量寿经是很重要的。师父也鼓励人家念佛，也鼓励人家诵经，但是你一定要开大般若的智慧，念佛才能专，心才能定啊。所以祝福大家修行有所成就，能坚定不移，深信净土，开大般若智慧的人，一念之间即遍法界，法界就是这一念平等的心性，没有增，没有减，没有来，没有去。真正一个悟道的人，见一切相，透视他的虚伪相，了悟他是生灭变化无常的，他没有真正的快乐。佛陀说，千万不要随着你的感觉起舞，因为所有的感觉都是错觉。千万不要着于世间缘起的假象，因为那是毕竟不可得，那不是真实性的东西。有一次佛陀在恒河旁边说法，正在说法的时候，有一群猴子啊，在恒河旁啊，看到水中呢月亮，很多猴子呢看到水中的月亮啊，天上的月亮映在水中，许多的猴子啊就下去这个捞，要准备要捞起这个月亮，捞起这个月亮。水中的月怎么捞得起来呢？世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执着于五欲六尘，就像这一群猴子，他想尽办法要把月亮捞起来，就是我们世间人想尽办法要快乐，可是却带来无量无边的烦恼，无量无边的烦恼。因为我们不懂得快乐是来自一颗智慧的心，我们把刺激，短暂的刺激，短暂的享受当作是快乐，因为是严重的错觉，他没有正觉的思想，没有大般若的智慧。所以众生是值得我们同情的，
我们不要去恨众生，也不要去轻视众生，哪天有一个因缘具足了，我们要去度他，要去度他。金刚经里面讲，离一切相，即命诸佛。修行你一定要掌握到那个重点，你修行掌握不到重点就坏了，他要走了很多的冤枉路。冤枉路，这个法师来讲净土待业往生，有信心。明天禅宗的禅师来讲即心即佛，有信心放掉净土。后天呢，即持戒的来讲啊，戒是无上菩提本，应当一心持净戒，好，放掉净土禅。在后天呢，密宗的活佛上师来讲三密相应，哦，即身称佛，哦，那更快。前面放掉，你学这个华严呢来讲一真法界，哇，这个好。天台来讲一思相，这个好。唯识讲啊大圆满净智，这个也很好。那糟糕了，就不啥啥。做居士有时候也很可怜，就是不知道到底要听谁的啊。对对，八大宗派啊，小圣两大宗派，诚实跟具色。但是诸位，有一宗是八大宗派，包括小圣二宗，通通要修的，就是这一宗大般若，没有一宗不开智慧可以成就的。开大智慧，这个是最重要的。怎么个开大智慧呢？离一切相，即名诸佛。看到一切相，记得不要离开当处，了悟透视他是虚妄，不实在的，不是永恒的，彻底放下，重复训练放下，叫做修行。千万不要被假象黏住，黏住就死执不放了，死执不放啊！啊，一般众生就是这样子，因为不懂正法，自己也没悟，人云亦云。人家讲诵弥陀经很好，哦，每天都诵弥陀经；诵地藏经好，每天都诵地藏经，也没开智慧。有一个婆婆诵地藏经，很喜欢念地藏王菩萨，结果呢没碰到善知识，听问一个老比丘尼，这个老比丘尼以前结过婚，儿孙啊都长大了，才去出家，大致认识不了几个字，经教不通，是很有慈悲、很善良的一个老比丘尼，但是没有法，要一文解义。哎，刚好啊，这个婆婆啊，很不幸，问到一个，啊，他看这个。哎呀，师父啊，请问啊，地藏王菩萨地藏经啊怎么诵啊？他跟他讲，你要诵地藏经啊，要凌晨2点起来诵啊，因为地藏王菩萨凌晨2点才上班。哦，这是
还打卡了、哦、他说哦，问他说师父，为什么地藏王菩萨都是凌晨两点呢？他说你不晓得、啊、地藏王菩萨是管阴的呀、啊、不管阳的、啊、我说嗯，很有道理啊，回去每天就念地藏经了，凌晨两点起来，这个婆婆、啊、念的那个老伴啊快发疯了，凌晨两点了，快冻僵了，他起来就是诵地藏经啊，念念，可是念念呢身体不好，怎么样呢，嗯，白天睡到十二点差不多嘛，跟晚上加起来念完睡到中午十二点，这样也差不多，睡的时间也差不多，也不是怎么个好啊，是不是啊。哎呀，这个婆婆呀，这个越念啊就越怀疑，整整念了三年四年始终找不到答案。对呀、啊、这地藏王菩萨凌晨两点上班，我要赶他上班了、啊、嗯，哎呀，后来呀、啊、人家讲说，哎，你呀、啊、看你这样不对劲哦，身体不对哦，日夜颠倒哦，你最好去问一下慧立法师哦，你去问问看哦，你这样对不对哦。这个婆婆、啊、就捧了一部地藏经来了，哎呀，跪拜呀，非常虔诚啊，善良，善良不代表解脱了，嗯，善良不等于解脱了。好了，来了，哎呀，请问回礼大和尚啊，我这样凌晨两点起来诵经啊，这样对不对哦？可是我念好像很烦恼，身体越来越差。我说谁开示的？他就摸摸，哎，那个老尼姑，不称比丘尼，哎，那老尼姑啊。叫我要这样子啊，你要这样念哦。我说你为什么要在凌晨两点呢、啊、那个老尼姑说啊，凌晨两点啊地藏菩萨才上班啊。我说啊，你有一天如果白天死了怎么办？没有人接引。说哦，对哦，我怎么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白天死了怎么办。对啊，白天死你怎么办呢？地藏菩萨没上班呢，不晓得薪水多少，我还问问看地藏菩萨你一个月的薪水到底多少。这个问题就来了。所以现在的信徒啊，说幸运很幸运，就是碰到佛法，说可怜也很可怜的，没碰到正法。这些法师呢，有的懂一点点嘛，就这样子直接跟他解答，他就盲修瞎练的跟他走，就修了烦烦恼恼也不得成就，就是这样子啊、哦。讲这个例子啊，我们没有意思说批判哪一个人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的用意啊很简单，就是修习佛道你要有正知正见，不能再向上打转，用大般若的智慧，大般若的智慧你要看清楚，要有正知正见，大般若的智慧，你的时间，你的空间，你的时间空间在哪一种状况是修行的最佳状况，你要用一点智慧啊，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的，知道吧。你有你的时间，你的空间，他有他的时间，他的空间，要用般若的智慧自己调整，自己调整了、啊、没有般若智慧就很糟糕，而且会误会了佛陀的本意，误会了佛陀的本意。这个体会错误啊，是很糟糕的。有一对父子啊，智慧不是很高，有一点低能，有一餐没一餐的流浪。后来有一天呢，身上有几个铜板零钱。那个儿子说啊，爸爸我口好渴，说好好好，拿几个铜板去那个自动贩卖机啊，自动贩卖机知道吗，啊，投了硬币，汽水自己跑出来的，哎，啪啊跑出来了。然后呢，嗯，这一对父子啊，啊就去投硬币，肚子很饿啊，也没什么钱啊，
口又渴啊，好，先喝两瓶汽水，投了投铜板下去，哎，汽水跑出来了。这个儿子还不错，认识几个大字，汽水拿起来一看，喝汽水前请先摇一摇。他说：“爸爸，喝汽水前请先摇一摇呢。”他爸爸说：“哦，来来来，咱们啊，来来，汽水放下，放下啊。”他们就把那两瓶汽水啊放下来，放下来，放到自动贩卖机的前面。哎，儿子啊，上面写什么？他说写喝汽水前请先摇一摇。哎，汽水放下来，两个人就这样，开始摇了，啊，这就开始摇了。哎，啊，那儿子啊也是开始摇了。哦，爸爸，哦，喝汽水前要好好就摇大力一点。哇，这摇，啊，摇了很累了。儿子没比较没体力说。爸爸，我们摇很久了呢，我们口好渴呢，可以喝了吗？他的爸爸说：“哎，可以的，可以的。”就打开这个汽水，啊，汽水都是这样声音呢、啊，打开了，喝了，喝了。他的爸爸说了一句话，说：“哇，摇一摇真好喝，因为口刚好很渴了。”哎。他跟儿子啊讲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说：“儿子啊，以后你喝汽水记得要摇一摇。”哦，他儿子以后拿到铜板啊一头啊，汽水跑出来，每次喝汽水，汽水就放着就开始摇了，啊，每次觉得，哦，真好喝。这个厂商啊还真细心呐、啊，喝汽水前呢、啊、要先叫我们摇一摇。那有一天呢、啊。这个儿子啊就跟他爸爸讲啊，说：“爸爸，爸爸，我没办法喝汽水了。”他说，爸爸问他：“你为什么？”他说：“我腰啊扭到了，没办法摇了，汽水喝不了了。”这个叫做体会错误。你们不要笑，你们现在就是那里一对父子。看大藏经呢，自己看自己解读，自己认识，用自己的意识心要去体会佛的心境，那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那这样设什么善知识呢？是不是啊？哎，体会错误。有一个小姐呢戴了一顶帽子，骑了摩托车，骑了摩托车要去加油，你知道吗？要去加油，我就叫一阵到了，跟他说，刚好来了一阵风，帽子飞走了。这个加油站，他说，哎，先生，跟他加油站的先生讲，先生，你帮我加油，我去捡帽子，知道吧？那个加油站的先生啊，就把那支枪啊放下来，放好。他就跑过去，加油站的那个先生就在旁边喊：“加油，加油，加油！”哦，来，加油！他跑去了，捡那顶帽子回来，说：“哎，我叫你加了油，是啊，你叫我加油，我叫你加这个，你帮我加油。”叫做体会错误，体会错误啊！诸位啊，不要笑，你们就像那一对。我不会，哎，我不会这样。我看到那瓶汽水，我就会摇一摇。我会摇汽水，不会扭腰的。体会错误，哇，那很严重啊。好了，简单讲，修行要开大智慧，才不会。错会，错误的体会佛的心境是什么，所以要听经闻法。缘起法有五种，第一个叫做业感缘起，第二个叫做阿赖耶缘起，第三个叫做如来藏缘起，第四个
叫做真如缘起，第五个叫做法界缘起。啊，这个佛弟子啊，简单的这个缘起法要了解。所谓业感缘起，就是因为没有智慧，善业感得善的缘起，恶业感得恶的缘起法，叫做业感缘起。因为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简单解释。第二种叫做阿赖耶缘起，这是唯识觉，唯识学开展出来的，承认六根六尘六识一十八界各有各的种子啊。我们今天不在这里申论，叫做阿赖耶缘起。第三个叫做如来藏缘起，如来藏缘起，这个如来藏缘起啊，就是分染跟净，净了就是四圣，染了就是六凡。再来就是真如缘起，所有缘起法都不离现前当下这一念真如自性，凡所有相就是如如不动的心性。真如缘起就是真如自性随缘起法显现，就大彻大悟的。随所拈来无不是道，无不是自性，随所拈来都是本来的面目。第五叫做法界缘起，法界缘起就是息息相关，这个地球跟太阳息息相关，太阳系呢跟银河系呢息息相关，银河系跟超星群系呢息息相关，超星群系跟整个宇宙息息相关。换句话说，整个宇宙就是一大缘起，环环相扣的缘起啊。我们呢，整个宇宙就是业力之王啊，业力。什么叫宇宙？宇宙就是业力之王，所有众生的共业所感的世间，所支持的一个世间，它就像一个网一样，网一样，啊，业贯穿了我们的生命，业贯穿了过去，贯穿了现在，贯穿了未来。我们一直在轮回，佛陀告诉我们，业是我们真正拥有的，其一切都是借带的，除了业以外我们什么也带不走，这是业。我们就是随业而转，业来自于迷惑，迷惑就是无明，所以一切痛苦来自于无知，这个就是佛告诉我们的。一切众生都是作茧自缚，就像这个蚕啊，吐这个丝啊，一直困住。蚕啊，吐这个丝，我们现在就是蚕，贪。吐了一个是困住自己，嗔恨别人，每天都嗔恨别人，吐了这个是困住自己。佛陀告诉我们，嗔恨别人贬低了自己的人格，嗔恨别人就像烧掉一栋房子只是为了赶走一只老鼠。嗔恨别人伤害的是自己。我们不知道万法唯心现量，不知道万法都是心影现出来的，我们的
大波涅槃极尽的大海其实是无一物无所住，而我们不明了这个道理，我们眼睛看到耳朵看到的不管看了什么通通矢志不放不会转。你在台湾呢，你有一个50几岁的女居士，一个50几岁女居士，她老公啊外面呢有外遇，哎呀，他这个念那个佛啊，就是念不下来，那个《金刚经》啊，菩萨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哎呀，这个相就是没办法。哎呀，他跟他一起呀、啊，哎呀，建立这个家庭，生了这个儿女都长大了，在外面的搞女人，这一招怎么诵经就是定不下来哈、啊，放不下。他说：“哎，你。”红山大哥跟女技师说：“哎，你这样你会死掉啊，你快死掉了、啊，你把逼得自己快发疯了、啊，就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嗯，好，那有一天呢、啊，说：“哎，你赶快去请示师父吧。”哦，这个技师就来了，哦，也是哭。哎，我说你学佛几年呢、啊？他说我学佛10年呢、啊。我说你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呢？我跟他一起创业，吃了这么多苦，然后在外面呢、啊，女有女人，我是不能接受。我说你能不能转一个念头？啊，要怎么转呢？你是不是要好好修行？是。你要不要往生极乐世界？是。我说那不是更好吗？他去外面有人取代，你不是更有时间念经吗？回来也不用麻烦，睡到一半你也不要应付。这个很好的呀，这个我说你这傻瓜，你英文叫 you 啊 ，foolish 了 ，very 笨呐、啊，你 foolish 了，这个叫做笨了一次，哎呀，这个好的事儿是不是啊？外面有人期待，你又不需要应付，哎，也很好啊，就这样，睡到半夜也没有什么杂事发生，很好了。哎，好！我说你现在观想啊，你老公出租，人家汽车有出租的，知道吗？出租，一心念佛，哇，这个一转这个念头，也不一样了。后来她老公慢一点回来，那老公打电话回来说：“老婆，我慢一点回来啊，你慢一点回来，慢一点回来。”她正在诵经，那她老公也打电话啊。哎，老婆，我今天呢12点回来，你最好不要回来。我、哦、现在是听了师父转念以后，哇，他那个心境不一样了，心境完全不一样了。哎，家庭好了，他自己也不哭了，转这个念头，转这个念头。哎，有的人呢、啊，佛法学了不少，可是呢很痴呆，转不了那个念头，哎，转不了那个念头。我们现在学佛就是这样的转念啊，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我有一个徒弟啊，也是体会错误，我说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我这个徒弟啊，比丘啊，常常跟人家吵架，大家都搞得不是很愉快，个性强硬，相互不了。有一次啊，跟人家吵架，正要大声的时候啊，人家对方跟他吵架，跟他建议啊，他讲师父讲，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你改变我，你改变你就好，别想改变我。我说哦。哎，师父是这样讲吗？我这个体会错误真的很糟糕，嚯、哦，这个很麻烦呢，刚好颠倒。嘿，这样不行的、哦，这样不行啊、哦，是不是啊？哇，这个智慧是很重要的。啊，有的人呢、啊，年纪太大了。
哎呀，讲那个事情啊，我们也不方便讲啊，他又听不懂。有一天呢，有个人啊来打八关斋戒，打八关斋戒呢，他很苦恼，可是不问又不行。他就说问了、师父师父，啊，我家只有一个房间呢，啊，你八关斋戒不能睡在一起同一个房间，那怎么办呢？啊，我们只有一个房间呢，啊，有上下铺呢，师父。啊，我受八关斋戒，啊，我爱人，我老公也不受八关斋戒啊，那同一个房间，犯不犯戒啊？因为年纪很大了，她七十了，她老公75了，我就问她，就说，啊，你们晚上会不会发生车祸？她就说，啊，我家住三楼，车子怎么可能撞到三楼？哎呀，真拿她没办法，这是，哎，这个实在是没办法。我们是个很矜持的比丘。那也不方便讲这一方面的事，他又听不懂。啊，后来我说你能不能体会一下？就是，那就是，哦，我知道了。哎，我老公啊，那辆车75了，我这一辆啊70了，也差不多拖去汽车修护厂了。师傅永远不会发生车祸。也没有体力发生车祸，完了，我说好，那好了，哦，那好了，大家心照不宣就行了嘛，是不是？点到为止就行了啊，而且那行啊，因为时间空间不一样嘛，是不是啊？那你不能说你一定要怎么样做啊？佛法有善巧方便嘛，所以说你有智慧就得自己拿捏，自己拿捏。哎，有一对年轻人，我就反对他这样做了。有一对年轻人啊，他就是来受八关斋戒。来受八关斋戒的年轻人啊，说师父，哦，我们夫妻一起来受八关斋戒，可是我们很穷，只有一个房间。那我们的床铺啊，中间画一线，画一线，楚汉相争啊，我们现在和平相处啊，要不要紧啊？我说不成，你几岁啊？他说我30，那你呢？我25，那不行。哎，睡到一半，东边会跑到西边来，西边跑到东边来，那他25岁，你30岁，是不是？那不行。哎，这个时候就反对。那70、75了，量你也不敢。啊，行啊，行，哎，行啊，没问题啊。哎，这年轻啊，不行。是这个时间、空间、因缘，一定要拿捏得很准，才有办法。啊，好了，我们活着的时候啊，更需要快乐，啊，更需要智慧。所以这个般若智慧啊，能令灵魂啊喜悦。诸位，吃饭能让身体健康。智慧能令心灵喜悦呀、喜悦呀、哎，这次啊，我就对这个来我们租这个场地哦，一天港币我不会算，一天台币啊20万呢、音响怎么样不算，20万台币，港币大概5万哦，这个都是阿玲出的哦，都是林师姐出的哦，我们要跟林师姐鼓励一下。像这样子，他就很有智慧了，非常有智慧。哎，法的缘起就掌握，握出。啊，他先生的 Michael 又开会啊，又做大会的主席啊，召开会议，我们要跟 Michael 鼓励鼓励啊。哎，你们在这里听经啊，很轻松啊。这些少数的工作人员是忙翻天呢、忙翻天呢、真的是这样子啊。大陆的佛弟子啊，一直啊，师父啊，你怎么
不来大陆看看我们呐、啊？”啊，我说，我跟他讲，行，你到我就到。哎，他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你到我就到，这清净之心没有来去嘛？你回去长春我就到，你心中有师父我就到啊。他听不懂这个意思，我说你到我就到。生死涅槃本身就没有距离，法界虚空尽是佛，法界平等的东西，是不是啊？一致性当中显现啊、哦，所以万法还是缘起的，缘起千差万别，还是平等的法性，万法还是要看缘起的，啊，强求不得，勉强不来，啊。这般若的智慧能令我们灵魂喜悦，是今天诸位来好好的听经闻法。我们人生就像伸缩的喇叭，你不用力吹，便不会有声音出来。啊，你们看过那个喇叭吗？不，不，不，啊，要对，喇叭就这样子啦，是不是啊？啊，或者不。哇，喇叭用力吹啊，人生就像一只伸缩的喇叭，你不用力吹便不会有声音出来。简单讲，我们也是一样，佛性被埋在烦恼里面，就像金矿被埋在深山里面。诸位，你不开采出来，你不用功，你不琢磨，不修行，那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我告诉诸位，修行它就重复的训练放下，你知道吗？重复的信念放下，告诉诸位，注意听啊，这是一只蛇。假设说这是一只蛇，蛇的头表示好，蛇的尾巴表示坏。假设说呢，诸位。你抓头还是抓尾？嗯，两边都不能抓。你要抓这个头，马上咬你一口；要抓这个尾巴，它反过来再咬你。注意听这个比喻。好的事情，注意好的事情就是财色名食睡。贪财、贪名、贪色啊，财色名食睡，第五条根呢、啊、哈。这个好的东西一抓，马上就伤害了，就是知死之不放。诸位，我们的法身慧命就会伤害到。一个人早有五欲六尘，你怎么修行呢？那不可能啊，每天就烦恼了。你要抓这个尾巴，这尾巴就是比较坏一点的。假设说是坏的事情，啊，坏的事情也不能找，找了这舌头尾巴也会咬住，也会咬住。因此我们了解，好的事情刚刚好就好，坏的事情，比如说那个人得罪你，可是你一直要报复，非置他于死地不行，你千万要记住。这个时候你不用一点刹车之学，会伤害到自己。什么叫做刹车之学？踩刹车，记得该踩刹车的时候你不刹车就会翻车，叫做刹车之学。贪心一起来了，踩一下刹车，拜托你踩一下刹车。你去外面逛啊，这个大街小巷都是名牌，控制一下，拜托你赶快踩一下刹车。啊，我有钱，没有错，你有钱，你增长了贪婪的心，踩一下刹车。生命够用就好，够用就好。嗔恨心一起来，非置对方于死地不行，踩一下刹车。一次性起来，哎，幼稚踩一下刹车，这是第一个叫做刹车之学。第二个呢叫做半步之学，
什么叫做半步哲学？你这样看到师父的手掌，我这边呢就看到背面，你一半，我一半，是不是啊？这里一半，你一半，有左边就有右边，有天就有地，有阴就有阳，有男的就有女的。记得，有支持你的一定有反对你的，有赞叹你的一定有毁谤你的。这个世间本来就是平等，你要说这个世间平等，很平等，每一个人都是业力来的，怨不得谁，当然也包括后天的造作了，每一个人都是愿力来的啊，都是愿力来的，怨不得谁，说平等很平等，说不平等很不平等。有的人坐在家里钱赚那么多，有的人啊每天打工啊养活不了一家，生活困顿。你看这个福报，这个业力就差这么多。告诉诸位，有一句话你就解脱，算命不如认命，你认命认的就是你的，你同意吗？是不是啊？佛陀告诉我们啦，千万不要跟自己的命运争吵，跟自己的命运争吵的人是没有智慧的。我们有带着一股强大的业力来，不是我们今生今世随随便便 念几句佛，做一点善事就可以转变的，这没有那么简单的。强大的这个业力需要下定决心才有办法的。所以这个半步之学呢，就是安慰大家，安慰大家，这个世间就是这样，有快乐就有痛苦，有难就有你，有天就有地。在座诸位，如果你体悟到这个半步哲学，有人反对你，你觉得 it's normal， 是不是？它是很正常的。有人反对你，诽谤你，正常；有人支持你，也是正常。最坏的人也有少数几个朋友，再好的人也有敌人，对不对？是的，就是这样子啊。我们人来到这个世间，应当了解人生宇宙的真理，你才不会被狂惑。所以在座诸位，你一定要做一种心地的功夫，告诉自己，我是全世界最平凡的人，要牢牢地记住师父这一句话，常常告诉自己，我是全世界最平凡的人。别人的伤害侮辱啊，我是很平凡，我没有说我自己很伟大啊，你不会感觉很难过。诸位，自尊心优越感很大的人，很高的人，他会活得越痛苦。诸位，不接受人家建议的人，不表示你有智慧。注意看啊，这是一个一点点高度，一个人站在这个地方摔下来怎么样？轻。如果我用竹竿站在顶端，诸位，这个摔下来就重，自尊心优越感会蒙蔽理性，自尊心跟优越感会蒙蔽我们的理性。我们为了一点自尊心，我们宁可丧失理性，我们强烈的优越感蒙蔽了我们该有的理性，我们总希望别人认同我们。我告诉诸位，活在这个世间是绝对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我今天在讲经，今天有1800个位置，要以一半认同师父的，我讲经就算成功了，一半
是不是啊？我就很知足了，我就很知足了。我怎么可能要求他说每一个人通通认同我，通通赞叹我？你看今天大家在坐着，我看还没有人跑，还没有人溜，有出去的赶时间，有的去上厕所，等一下又回来了。你看我多成功啊！这个也很麻烦，讲来讲去都是赞叹自己啊，也很糟糕啊，自尊心在作祟啊，我要好好的检讨啊。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半步的自缺，诸位你会活得很快乐，拥有一半就算成功，要不然你怎么样，你怎么办呢？你要活得每一个人认同你，就一句话，你去死吧！你做到死气活来，不可能，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所以我告诉在座诸位法师比丘、比丘尼、护法居士，记得，你去哪一个道场挂单，一定要尊重那个道场的规矩和领导，不可以用自己的意思。老是一直批判人家，哎，这个道场怎么样？那个道场不可以这样子的。人家很不容易建立一个道场，你一心来了就想改变这里，是不是啊？我们如果有德性，就可以感化，慢慢建立制度，慢慢检讨。你一下子那怎么可能呢？欲速则不达。所以记得，太刚硬的方式会伤害到自己。啊，会伤害到自己。啊，如果我是用一只啊硬的。一下子折了就会断掉。哎，如果我们的心，我们开智慧，懂得心性，身段放软一点，讲话要柔软，发柔软心，讲话柔软语，就像这个呢，软的东西，软的东西拉下去，软的东西，呜，它又回归原位了。哎，软的压下去，呜，对，哎，会不会折断啊？哎，不会伤害到彼此，这个哲学你知道吗？就是软硬哲学，该软的时候要软一点，要放软，身段放软一点嘛，是不是啊？也随时随地要赞叹别人，认同别人，多讲几句好话嘛，是不是啊？啊，好了，我们讲的半步自缺，刹车的自缺，我们呢要了解，有智慧就悟到万法皆空，彻底打破无明的执着。楞严经讲，但有言说都无思议啊。我告诉诸位们，大彻大悟悟到什么？大彻大悟悟到身心世界不可得，身是大本空，无一无我，不可得；心妄想心执着不存在，缘起的东西，缘生就是无生嘛。一切法无生，是十方三世一切佛所宣说的吧，是不是啊？缘生本身是不可得吗？缘生借着因缘条件种种构成的，本来就是虚妄的嘛。比如说哎呀，这个展览馆的炸弹一炸没有了，是像这阿含经里面讲不像在吗？金刚经里面讲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吗？相本身就不可得，我们就是死在相里面，看到什么就以为那是真的。诸位啊，用一下智慧，你看到一个美女，用一点智慧把头发剃掉，把这个皮扒下来，用观想的就好，不要这样真的这样做啊，不要那么笨到学佛，读书有书袋子，学佛有佛袋子，回去把你的老婆剥了，我可不负责任了，我是叫你观想啊，剥了，再用刀子啊，磕一磕，剩下骨头，现在骨头烧一烧，把它磨成粉末状啊，用这个风，哎呀，不得了，怎么不见了？怎么的？没了这个人，这个美女看不到了。哎，我们就不必，哎呀，这个我们的。美女就每天都是就这样子的，哎呀，那照这个镜子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看电视的，我看电视的，哎，那就这样子，啊，美女是吧？哦，那要上妆，哇，那挺麻烦的，那没办法呢，哎，上这里，哎，上了妆啊，你赶快拿一支扇子，哎，没有扇子就，啊，没有扇子，哎呀，有的没有扇子。就蹲马步把裙子一扫起来，裙子撂起来，更快。啊，前面两个看电视，后面我自己想的。哎，希望赶快干，是不是啊？啊，很麻烦的，是不是？像我们也没有这种动作，这个没有毛，这个也没有头发。这样子还是空，这样也是空，空空空空，哎，所以我们没有这种动作，是吧？哎，所以说啊，了解一下真理不错，冷静一下不错，不能让你的这个欲望一直发挥，一直发挥，造这个生死的业，踩不住这个刹车，这样不行。所以一定要把五欲六尘看得淡薄一点，淡薄。我越大，快乐越小，越少；我越小，快乐就越大，知道吗？如果一切法无我，哇，二六十中通通快乐，因为无我吧，无我就没有私心，没有贪婪心，没有嫉妒，有我。没有我，你怎么去称恨别人呢？没有我，怎么是贪心呢？一切法，了解缘起无自性，一切法无我。你看，三藏十二部经典，八大宗派不能离开这四个字：缘起无自性，一切法无我。我告诉你，三藏十二部经典，我用几秒钟就可以把它讲完。几秒钟，你要不要听听看呢、啊？底下这一句你注意听哦，要很小心的听，不要给它漏掉啊。这一句悟得出来，三藏十二部经典通通通，最快最有力的。怎么呢？这个世间你怎么搞，通通不可得，你知道吗？你搞了个大企业，搞了个总统，搞个主席，不管你怎么搞，通通是无常，毕竟不可得。好好的冷静看看，我们来到这个世间，从来没有拥有过任何东西。当我们离开这个世间，我们也不曾经失去过任何东西。拥有跟失去都是错觉，千万不要随着错觉起舞，因为所有的感觉都是错觉。记得，世间为我所用，非我所有，没有一种东西是你的，你带不走的。冷静一下，踩一踩刹车，冷静一下，我们是不是要对人生体悟？这个世间如果有快乐，我慧律法师会告诉你，你智商不会比我高，我身高跟智商都一样，158。啊，看的书你也不可能比我多，我现在还在用功，人家说学富五居，我说那不算啥，我这个学富啊，那个叫做一个铁达尼号，每天都在看书，都在用功自己参悟。告诉你一句良心的话，这个时间变幻莫测。世尊在阿含经讲，我亦病，我亦老，我亦死，弟子们应当早日觉悟。我们卡在一个我，这个我很容易生病，这个我呢很容易老化，这个我呢很容易就死亡。
车子一撞，生命结束了。今天跟你讲的好好的，今天跟你好好的，哎，飞机飞空难，生命结束了，马上就结束，一下子。我们那个教授讲的一哈子，一下子，哎，大陆的语言很多。以前我们来了一个教授，他讲什么我完全听不懂。他是江苏如皋，上着物理学，在讲。今天我们来讲 potential energy， 那就是那的。这个呢是小球，这个呢是大球，小球装大球呢，大球不动，这个大球呢装小球的，小球的打出去，也是不在意的工伤，这个很麻烦啊。这个我们上了第一堂课，我是四号。Number four, are you understand? 马上入定，没有一句我听得懂。马上入定啊！哎，这是今天的 potential energy 啦，哎，就是未能的意思啊，啊，未知的 potential energy。我不讲几句英文，你不知道我读大学啊。就未能的意思，他就是这，他说这个左边呢是小球，右边呢是大球，左边的小球撞到大球呢，大球不动，哎，大球呢撞小球呢，小球弹出去，哎，整个学期啊，他就一直讲，我们都听不懂，开始做笔记，他讲了，我们就做笔记啊，就做笔记啊。是有智慧呢，我们就悟到了空，彻底的打破了无明。如果我们有了正念，我们就可以看到世间的无常；如果我们有了正念，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色身不清净，大小便不清净。你做一下观想，早上起来大便，为了强调啊，让你观念更正确，强烈的正念啊，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大便跟小便啊，不要丢掉，用一个碗啊，哎，大起来，诸位不要嫌肮脏哦，这是我们身上的东西哦，世尊叫我们要观想哦，哎，用个碗呢，早上啊，大便的时候啊。记得屁股摇一摇，像冰淇淋，嗯，啊，再来呢，小便呢盛起来，放着有作用的，冰箱冰起来，观想就好了。晚上呢回来了，下班的时候呢，晚上下班洗个澡，你不要抹巴黎香水，不要抹乳液，哦，这个时候好戏上场。把冰箱的东西端出来，那是你自己的，记得千万不要抢别人 的东西来抹，不要抢，这个不需要抢，用自己的好好的观想，不净观抹起来，哇，这个可不得了，头发也不要抹香水啊，用这样子，啊，全身啊抹个乳液啊。你自己拉出来的，好好的观想，世尊要我们要有正知正见。当我们有了正见以后，我们见到了不净的色身；当我们有正见的时候，我们会见到无常；当我们有正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万法都是败坏之相；当我们有了正见的时候，我们就了解生命是苦的；当我们有了正见的时候，就了解一切法无我，不净苦空无常无我，真理马上就现前。我们不会再迷糊颠倒，我们会踩刹车，冷静一下，生命是什么，冷静一下，不能一直说我一直做慈善，一直做慈善，对不对？做慈善很好，善良不代表解脱，
我们今天去救济别人，去帮助别人，很好，师父赞叹。啊，我布施的很没有智慧，我做慈善做的很没有智慧，内心里面烦恼不能解脱。诸位，这不是佛教。佛教做善事，还了解一无所住的道理，啊，用无所住心行一切善，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金刚经》讲得很清楚，你行善还要懂得无所住心，应当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是不是？所以要做慈善可以，要记得要开大波的智慧。如果我们有了正念，就分秒观照悟。如果我们开悟，就无所得无所求。好的不要抓紧它，坏的也不要黏着它。见缘起就见道，不见一物名为见道，不行一行名为佛行啊。不见一物名为见道，因为色即是空，因为受即是空，因为想即是空，因为行即是空，因为事即是空，凡所有相当体即空，不相在。阿含经讲的万法都是空相，茶杯放一把火烧了，茶杯的相没有了。俊男猛男啊，那个猛男啊，手一弄的肌肉还会发抖的，那个猛男放一把火烧了，猛男不存在了。我们眼睛简单讲，我们眼睛看的不实在啊。佛陀说感官是虚伪的证人，感官就是我们的感觉，感官是虚伪的证人，就凭感觉。哎呀，这个人啊，看起来乍看之下很漂亮，看了两天三天的，哎，越看越没有缘，到后来像仇人一样的感觉开始在变，我们的感觉随时在变。这个音乐很好听啊，对，那是因为你心情好。这朵花很漂亮啊，这朵花很漂亮，这花插得很漂亮。在座诸位，你现在发生一件事情，你世界上最亲的人刚好被车子撞死，你接到手机，比如说你的老公你的老婆被车子撞死车祸，现在这一念的心情，你这个花看不下去，你知道吧？你要做什么事情呢？你马上要赶到医院去，太平间去，殡仪馆去，那个心情完全被粉碎，那个美的感觉完全没有。你一心一意，一心一意，只想去殡仪馆，放声大哭。诸位，面随心转，万法唯心造的道理就是这样子。没有实在的境界，全凭感觉，全部凭感觉，但是所有的感觉都是错觉啊。那么我们呢啊，等一下休息一下。不见一物名为见道，不行一行名为佛行。佛就是不住一切相，行一切善不住一切相，虽度无量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可度，实无众生可度。用这样的心，在座诸位，我们今天无论是法师你在弘法，无论是护法居士你在佛门里面，只要你觉得很行的就不成。哪一个法师在讲经说法，哪一个修行人觉得我就是最行？严重。现在出家人要注意听一句话，慧立法师良心一句话，注意听。在家居士听第一句，出家人听第二句。众生因为贪着而有轮回，众第一句话，众生因为爱欲贪着而有轮回。第二句话，出家人要听，出家人早已知见，继续轮回。这个瑜伽师地论的，出家人早已知见，继续轮回。什么叫做早已知见？我用这样讲，你还不清楚，就是表示
对我自己的修行我很满意，知道吗？我对我自己的修行很赞叹，全部否定别人，我就是这样。当我宣扬净土法门的时候，我就一直赞叹净土法门，禅净秘密通通不知的，哎，一提诸位叫做继续轮回，这个就着意之见，就觉得我很行。我记得我弘扬净土宗，记得赞叹禅宗，赞叹其他的宗派，知道吧，法师们啊、哦，贪着五欲六尘，众生因为贪着五欲六尘而有轮回，出家修行早已知见，继续轮回，还继续轮回啊，这个就很麻烦了。凡是我们这些法师，尊敬的比丘，尊敬的比丘尼，记得要降服自己，佛门里面只有随喜，只有赞叹，攻击毁谤那不是佛法的。诸位，金刚经讲得很清楚的，四法平等，无有高下，怎么可以这样子攻击其他的宗派，攻击其他的道场，攻击其他大和尚，不可以的啊！认同的请鼓掌啊！诸位呢，本来今天说要啊坐下来啊，还有几个空位啊，坐下来。有人要办皈依啊，其实没有办法啊。在这样的两个钟头，我们最慢10:30这里要结束，因为我们要交出来，把这个场地要交出来。我们今天这样花费啊，台币大概20-30万，如果人民币来算的话，大概就8万或者7万啊。我的意思不是说钱的问题，是说大家要很珍惜，虽然是短短的两个钟头，不过你有正确的观念的话，一句话就可以解决。你只要牢牢记住，万法皆是败坏之相。我们来到这个世间，我们没有办法拥有任何东西，随缘用，随缘吃，随缘住，放下就是。你要找到快乐，放下那一念就是。那一刚刚初学佛法，不知道怎么放，要慢慢来啊、哦。好了，好，我们再讲，啊，几分钟啊。好，诸位全神贯注啊，还没讲完啦、啊，不要走啊。接下来，啊，我们讲大般若海，凡夫见相，千差万别的假象。所以凡夫的烦恼会很多，圣人见体就是见到万法毕竟空性，所以他的内心是清凉的，是协调的，他能时时刻刻解脱，时时刻刻自在，时时刻刻拥有智慧，能宽恕一切可恶的众生。诸位，我们前面讲了半部这些，半部这些，简单讲，我们人一出生到成长，一直到今天认识了这个世间，你一定要记住，你一定要记住半部的哲学。简单讲，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只能拥有一半， but but， 但是有两种人可以拥有生命的全部，哪两种人？要不要听听看呢、啊？嗯，都没有声音，那我们就跳过去啦。第一，哪一种人拥有生命的全部？第一，拥有大般若智慧的人拥有生命的全部，因为他24钟24个小时通通不知错，哪个发生什么事情都知道，那个根本就万法都是空性的东西，如梦幻泡影，不实在的假象。第二，原谅那个不可原谅的众生，你就拥有生命的全部。要原谅那个不可原谅的众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不是啊？他杀掉你的儿子，杀掉你的老婆，你宽恕他吗？难，难，难，要宽恕那个
原谅那个不可原谅的众生，你就拥有生命的全部，就像佛陀一样啊。大智慧的人所到之处呢，都是点，都可以点石成金，点石成金。当一个人失去正念，只要你在世间有所执着，你就无从逃脱。就像大堆的粪便以取小堆的粪便，都是臭的，臭的。啊，比如说，啊，我们呢、啊，大的执着，看到一坨的大便，说那个很臭。那有的人说，我现在学佛，还有一点点执着。我们去大便里面呢，挖一小块的粪便，闻一闻，还是臭。意思就是，大执着如同大粪便，是就算小小的一点执着，还是臭。我知道吗？这个体会得出来吗？简单讲，就是一点执着都不行，一点执着都不行。这个才是正法。啊，这个才是正法。所以要有智慧，必须有正见；要具足正见，必须认识正法。什么是正法？法是佛陀的发现和教导，法是事事物物皆存在，法是圣义谛的经验。我们一句一句来解释。法是佛陀的发现和教导，不是上帝创造的。天有春夏秋冬，人有生老病死，这是大自然的法则。心有生住意灭，佛陀发现了什么？注意看，这是毛巾，这是扶持，这是毛巾，这是杯子，两种不同的东西，但是它有一个共同性，就是无常，知道吧？毛巾会变化，是不是？无常。杯子呢，会变化，它有个共同性。佛陀从任何的事事物随手拈来，都发现它是无常。佛陀随所所到处都发现，它是缘起的东西，都是因缘生因缘灭，不实在的假象。所以第一点，法是佛陀的发现和教导。所以世尊有三种不认同：一，万般皆是命，世尊不认同；二，天地万物为上帝所创造，世尊不认同；三，万法无因而生，世尊不认同。世尊发现了无常和缘起性空的道理，佛陀是宇宙中的一份子，我们也是。佛陀在阿含经讲，我也很平凡，我跟大家一样是生活，一样的起居作息。不过佛陀能悟天地万物缘起的假象，在楞伽经讲，佛陀的境界是无量无边的众生害佛，佛不起一念嗔恨心；无量无边的众生谤佛伤害佛，还经无量亿劫，在楞伽经这样讲，还经过无量亿劫，佛不会动到任何的念头，乃至于践踏、毁谤、谩骂佛陀，世尊绝对不会动到念头，他一定如如不动，他知道这个是幻化的假象，这个就是佛的心境。所以这个世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应当契入毕竟空的心境，告诉他万法毕竟空。但是刚做起来很困难，
很困难，这个交界像照相一样调不起来。我一方面又要保持面对现实，一方面又要超越它，很困难。一方面又感性，一方面又想恢复到理性，做起来也很困难。所以一做到，刚一做起来的时候，会很辛苦，不知道怎么样折中，不知道怎么样选择，到底我这样做是对还是错，会开始一直起烦恼。慢慢随着年龄层，慢慢随着关照，这时间的长远，开始进入微妙的第一地，缘起如幻的这个道理。缘起如幻就是第一地。世尊在那个楞伽经，大慧菩萨问佛说：“世尊，你为什么要用啊缘起如幻，就像幻化的如幻，你为什么要用缘起如幻的这一句名词呢？”世尊说：“没有用缘起如幻，已经没有任何的名词可以形容第一地，没有任何的名词了。缘起法，你就关照它不是实在的如幻一样，它一定会消失。不管你多大的财富，不管你当到总统、副总统，什么主席、大企业，财产几百亿，通通一样。法是佛陀的发现和教导。法第二点，法是事事物物即存在。这个是缘起性空，这个是缘起性空。你的色身就是缘起性空，眼睛所见的声音也是缘起性空。注意看啊，你看啊，这缘起，这个是扶持，是不是啊？扶持我一拍，声音跑出来的，缘起声音跑出来，对不对？啊，现在声音又消失了，这样体会得出来吗？缘起，哎，注意听啊，现在因缘不具足了。你看，我这个跟这个桌子没有碰到。因缘不具足，没有声音，现在因缘具足了，声音跑出来，马上就消失，对不对？声音是这样子的道理，设法也是这样。有一个人说，师父，我们呢体悟不出无常，因为身体的变化太慢。我说你搞错了，是因为身体变化的速度太快，你没有发现它，不能讲变化的速度太慢，是因为变化的速度太快，你没有那个能力大智慧去觉悟它。要这样讲才对啊，是因为你没有能力关照，佛陀就有这个能力关照刹那之间的生灭无常的世间，而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慢慢的好好的体会，慢慢的解脱，知道吧？哈，法是圣义地的经验，圣义地就是第一地啊，圣义地的经验呢、啊，法释迦牟尼佛没有经过这样生老病死的折磨，世尊体会不出第一地的。有的人说，那世尊为什么不一出生就说我是释迦牟尼佛来示现的？为什么要这样子？我说这样子不得了了，每一个人出生就会讲我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所以世尊要演一出戏，要演得很逼真。他也跟一般众生一样生老病死，修行成道，知道吗？世尊一定要演出一出戏，堵住后代的人的嘴巴，否则的话一出生就说我是佛来的，那每一个说他是观世音菩萨，他是大势至菩萨来的，就任你讲了啊，是不是？连世尊都要这样子用功精进修行，不修行怎么可以成道呢？诸位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冒牌的啊，尤其我们大乘佛教的，你动不动就说那个师父他说他是释迦牟尼佛来的啊，师父他说他是文殊师利菩萨来的，他说他是观世音菩萨来的，都是这样。稍微有一点点成就的就是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来的，就是地藏王菩萨，反正中国大陆大台湾海峡两岸大乘佛教就是有这个毛病，要好好的冷静检讨一下，不要随随便便就是哪你是什么来的，你是什么来的。也就问着哦，你不想慧立法师他是文殊师利菩萨来的，我说哦，那你是释迦牟尼佛，就说你怎么这样讲，你境界比我高才知道我是文殊师利菩萨，你是个凡夫怎么知道我是菩萨呢？我有这样讲吗？我跟大家一样都是很平凡，哎，我跟大家一样都是很平凡，做我该做的工作而已，是不是啊？啊，我们是比丘，我们是法师，我们是做法的传递者，我们
司法平等，没有高下，做我们该做的责任就是这样子。那、啊、那么不定法就是圣者悟道的法的真实性，因为法无定法嘛。那、啊、圣人的标准就是没有标准，你知道吗？圣人的标准就是没有标准，因为法无定法啊，没有绝对，因为它是无常会变的。无常就是世间的真相，无常就生灭，见到了生灭就了解缘起法不可得，缘起法就是缘灭，一定要缘灭。你今天生你就一定要死，人一出生就一定要面对死亡，死亡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开端，不是生命的结束，不是生命的结束。诸位要有正见，正知正见啊，一切法不受是名正送。你想要修行，修习佛道，记得一切法不受。所以一切法不受，就是无论苦受，无论乐受，无论忧受，无论喜受，或者是舍受，苦乐忧喜舍，通通要放下。我们活在这个世间，用现在话的语言，就是没有一个众生不卡死在观念里面，没有一个众生不卡死在观念里面啊。台湾，我们就举台湾的例子吧。某些政客啊，他只为了选举，到了选举，我们现在只讲台湾呢、哦、啊，台湾啊，某些政客呢，就是为了下一次的选举，激发互相攻击，所以政客只为了下一次选举，政治家却为了下一代，政治家为了下一代，哎，所以两边你看了、啊，啊，你们听过民进党吗？没听过啊、哦？你们听过国民党吗？听过啊、哦，一个蓝的，一个绿的，就这样子了。啊、哦，台湾呢、啊，民主政治啊，对于这些领导者是很残酷的，每天都要接受检验，每天新闻都要报道，要揭发弊病，你一点错问题都不行，哎。你不知道你祖宗十八代的事情，我现在告诉你，你只要参加大选选举啊，很快你祖宗十八代的事情通通知道。只要你参加选举，祖宗十八代的通通挖出来讲。哎，所以有的人讲说，哎呀，慧法师啊，你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哎，我就跟他讲，蓝绿，哎，因为国民党是蓝的啦，民进党是绿的啦，哎，我在讲，蓝绿排两边呢、啊。他说：“慧律法师，你是什么党？”我说：“我是释迦党。”哎，我们是释迦党，没有什么，哎。所以说，蓝绿排两边呢、啊，世尊排中间，哈哈。哎，两边的，是啊，我们不搞政治的，我们也不懂政治，因为我是念 hydraulic engineering 啊，水利工程啊，哎，没有讲英文，你不知道我读过英文，哈哈，开玩笑啊，我喜欢用幽默的方式讲经。有的人问说，慧律法师，你的讲经的风格是什么？我的讲经风格就是几个字：幽默带有真理。哎，这个佛法这么好。这佛法这么好的来这里睡觉，我们花了200,000，你跑到这边睡觉，说不到效果啊，这不成。是啊，我以后讲经啊，要给他搞笑，笑的打瞌睡的人睡不着。哎，那、嗯、本来要准备睡觉了，一听到笑声啊，你们笑什么啊？然后呢，他也不知道人家笑什么，然后就也跟着笑，傻笑了。那个人家笑这个，他笑的不知道。啊，又不笑又不好意思，哎，人家看他在这，那你看，哎，我们幽默里面带有真理，解脱不坏事项，是不是啊？哎，大家高兴啊、哦。那么，诸位啊，我们最后讲啊，知患即离，离患即解，入不二法门。啊，体用一如，我们要照见五蕴四大本空，我们没有自私的心。照见五蕴本空，要平等心，四大无我，啊，
有智慧的人能够体会一思相的道理，绝对的心性，万法如心的影像。诸位，妄念不除叫做杂修。打开般若智慧，看任何经典都不动，见一切相都不动，这个叫做专修。诸位，你还是要好好的念佛。好了，因为啊时间快，等一下我们要还人家。那么等一下呢，我们唱唱观音灵感歌。诸位啊，师父坐在这个地方唱观音灵感歌，最后边供养边散场，带着你的队伍回极乐世界。啊，最后呢，啊，特别感谢大陆诸位法师，比丘你，感谢大陆护法居士大德，你们自己鼓掌啊。好，放音乐啊，放音乐，大声。慈母，我们要回极乐世界去，心很酸。大声。
们唱一遍。师父说好，开始离席，站起来，声音要洪亮。今天最后啊，音乐放大声一点啊。还没有。等一下，唱。注意听。速度再快一点，太晚了。速度再快一点。好，速度再快啊！太晚了啊！大家继续的唱。观世音，念作有此语，随处现金身，扬子水，洒凡尘，甘露润群生，照面观世音。我们两排起来好吗？Thank you.
人员，我们两排一起好吗？快一点，移动要再快一点，时间来不及了，这里十一点以前要结束，移动要这个更快更快，我们两排移动要更快，就上台好吗？让后面的人有些机会，慢慢来好吗？好，可以慢慢上台，大家慢慢上台，请后面的人有机会。好，谢谢大家。大家尽快分两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请你们速快的离开，不然的话这里就堵住了。好，帮帮忙。啊，因为这个地方快要关门了，诸位速度要快。啊，速度要快，要快关门了啊。请你速快地走开。啊，对不起，师兄，你可以让开吗？给大家速快地离开好吗？好，大家往前面走。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让佛法注释普利有情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希望大家发心成为法的传递者和播种者，将手中的法宝一化为十，十化为百，让千千万万的众生都能步上成佛觉悟之道。高雄文殊讲堂。